我突然忘记那个，就是要解压缩的啊。对，解压缩进来，然后它是红色的。穿起来。它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看有没有成功吗？对啊。你选它的时候，它名字，它是一个什么绿绿的头？绿绿的头。啊，不是绿绿的头，是一个不是动漫角色的头吗？动漫角色的头，对，一个动漫角色。他怎么看起来像公脸啊？公脸，我不知道他是谁，可是他就是一个动漫角色的猫耳娘的感觉。对，什么绿头？背景后面是绿绿的。装起来之后有没有可以让我们看有没有装成功？没有，没有。对，好，真的很包，我们就只能直接大喊。八点六！哦呦喂呦！天哪！回去爬山了。哎、欸，你每次都不同地方哎、欸，好奇怪哦、喔。哎、啊欸欸，我都死出来都在不一样的地方哎、欸欸，我死在天空上哎、欸。哎呦！哎呦！张地图有魔法哎、欸。Magic power 哦。Magic power。有三四五六七八，你还没进来。我都进来了，好。好。都进来了，没问题。要多久？再给我两分钟。你知道你每耽误两分钟，你就耽误多少分钟吗？耽误了八个人，16分钟。哎、欸，对啊，他今天戴墨镜哎。休干起来，我被问起来问题。嗨，你们那个不用解压缩吧？还是也要？要解吗？因为看到凯流的脸。好，反正就要解压缩出来嘛。好。哦。你不用解的话就厉害。对，是这个吗？你会看到凯流，我解出来，我还是不会解压缩，我是白痴，我是没有这个天赋。你我看一下，我现在在麦块资料夹里面了。对，然后解压缩到，你打开之后你找到那个吗？对，把它解压缩到什么什么什么。档案，然后会有一个斜线，然后你现在的那个磁碟的那个，你是说对着资料那个解压缩点右键吗？对不对？对，对啊，就是你点进去之后，它就直接，要、啊、不然我直接加压一个 game 好了，再加一个新的，感谢，再加一个新的啊，那个 VIP 的，有了，我会了，原来是穿了，压 VIP， 这是 VIP 的，感谢一三。有了，一二三，一二三，自己创的，自己创的资料夹。在里面一二三还不进来的人，到底是问号？我找了一下，怎样？你是不是也不会？他那个不是，他所以他解完压缩、啊，你下载 ZIP， 你下载 ZIP， 下载 ZIP 比较快啦，下载 ZIP 比较快啦。哎、欸，怪作者啊，我没办法、啊，我作者。哦，所以原来搞不好他是从超久以前的那个 IR 檔，应该说资那个什么资源包，原来就是都要用自己 IP 这样。对啊，哦，有了啦，我刚刚就是找到底是他进来，好，他进来，不进来不听，嗯，怎么了？魔爪是监控围城那个吗？不是吧？不是，他是凯流脸。对，凯流脸，你就拉到最下面找简体字的。没有，你现在如果载一二三的话，你就是看那个名字叫一二三的。嗯，因为它只是那个啊，在 DC 乱码而已。对啊，要简体字的。有一个20专用材质包。哦，载一二三，一二三。看一下哦，它说载入失败，花彩粉。没有，它是红色的，它就是这样子。它是红的。那个红色可以不用它。强调就是要用，我们就只能乖乖用。它红的代表它就是比较旧的版本，直接生成的东西。我右上角是写说直接载入失败。好、哦。那你 F 3加那个什么再载入一次 ？A 吗 ？F 3加 A 和 T。F 3加 T。T 是载材质包。有了，谢谢哈基，谢谢你最帅了。你用他记得，你用他记得。对，他这边就说，请确定安装专用材质包。哇，还是不行，我重开一下。他还是不能安装神秘的材质包。真的，真的。糟糕了，一群玩了很多年麦克的人，连材质包都不会用。对啊，材质包装不起来。第一次看到材质包之乱，我的天！真的是材质包之乱。对啊。
这地图太神啦，太神啦！资源包，画面跳过，就当标标。资源包重新载入失败，我。你用哈基也不行吗？对啊，对啊，对啊，我用哈基，我就是用哈基的、啊。哦、就先不要用算了，不然没办法。感受没有才知道会怎样，没事。不知道，看起来之后好像没什么变。要看它会不会有内部的道具有变吧。对啊，嗯，这个地图是叫做什么呢？这个什么呢？什么呢？经典鬼抓人恶灵，啊、好吧，跟恶灵灵无关。但它就叫做恶灵，恶灵诈骗啊，它就会分人类方跟恶灵方。那这游戏比较特别的是，它的鬼啊，大部分时间是失明的，哦，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呢，它有一段时间，就是它有每三，我们设定每30秒会打雷，对，那那个时候呢，它会进入狩猎模式，会不会解除失明不确定，但它就会变强，而且那个时候呢，人类会发光。好、哦，好、啊，小心。然后呢，也有一些相关的道具。人类的话，有一些治疗啊，还有一些奇怪的道具。你是什么鬼？让鬼沉默，感觉就是定身啊。嗯、然后还有让自己隐身，还有一个最适合 BOB 哦，嘲讽你玩的实在太烂了。很问号。那恶灵呢，也有他的相关的道具。对，那他的 CD 是10秒。拿在手上就可以听他声音、看他有没有填充完、大概就是这样，很单纯。好的，好，好，我们就来 try 看。我们声音调大声一点。设定呢，300秒。好，好，花5分钟。然后狩猎时间用预设的5秒，每30秒会有5秒的看大家的时间哦。嗯，好，好。我们9个人，我们就来2个鬼啊。好，两个阿鬼，哎呦，巧克力我也没玩过，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玩啊。我的天哪、啊，好可怕！直接踹看，因为我记得他好像还有选地图这边吗、啊？有地图，这里就先选森林，它总共有4个地图哦。好的哦，好，大家都 ready 好了吗？好的，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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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开始游戏，然后找到了，在里面哦，哎呀，重启，我手拿着破土啊，啊你要他的材质包没弄好啦，等一下啦，我看你们的人太好，我觉得他就是破土了，就不要理他了。对啊，破土，我你们是破土，我看一大堆有个破土主播掉杆哎、欸，不会叫什么？你是什么鬼啊？对啊，你是什么鬼？那个不要用，那个很奇怪，那个我也觉得感觉怪怪。哎、欸，对，那个，因为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了哦，因为他鬼就是失明，所以刚刚其实我们就可以砍他们了。哎呀，哎呦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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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全部人都在这里呀、啊，笑死！哎呦喂，等一下，哎，你怎么死不了？有啊，我快死了。你是什么鬼？你是什么鬼？哦，你是什么鬼？那个可以控场，控场。哦，那个是控场。哦，那我们要慢慢用，我们要慢慢用。对对对对。这是鬼抓人，给我点讯号，给我点讯号。这大魔法阵，他还有肾上腺素，哎，不，隐身肾腺素。我有嘲讽啊？为什么？是不是有人乱？有人用到 Q 了？啊、好像是我哎、欸。你是不是也、欸？这好吵、哦。我要嘲讽。你超吵的，这嘲讽。哎、欸。你是什么鬼？不好，那不好。他们还是可以移动，他们好快哦。对啊，你这啾啾啾真的很白痴呀！太吵！看不到啦！哎，这鬼根本抓不到吧？很难抓，鬼要怎么抓到人呢？太难了吧？不是啊，你们的速度很快呢。没有，你们才快，好不好？快吧，我们正常速度啊。我们只在啾啾叫而已。特殊能力的时候才有啊，每次你们飞的耶，平常没有办法。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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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啊！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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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有人在觉得好酷啊！哈哈哈哈哈哈！猎鬼哦，这里好像是个好地方。对对对，跟我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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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明的时候真的追不到，真的追不到。一定要跑不起来了，
对，然后亮的时候时间又很短，很短，所以亮的时间要增加，好吃亏哦。对啊，鬼超惨的，好惨啊，鬼有点可怜啊，鬼留下了两行泪水啊。没关系，你先测试，你先测试。对，那个悲伤鬼鬼，影院影院有点多，悲伤鬼鬼游泳可以看到一点，可是还是追不到。那好像水下，在水下可以看到一切，真的假的？哎呦，好强哦！繁星，你在车上，我看到你了。来，我等你，我等你，我等你。给我个信号啊！你怎么上去的？我等你吗？我等你吗？我等你吗？哎，你不能这样，我跑不上去，我只能在那个水下跑。哎，就算人在旁边也不一定看抓得到啊，而且砍一下还不会死，要砍大概三下，要砍三下之类的。对，我刚不会回血吧？有一个回血的东西，一次性的，一次性的，一次性。哦，这是虐鬼吧？我的虐鬼，虐鬼啊！其实这是超度法会。哎，我们打的可以击退鬼吗？你们刚好知道，我不敢打。哎、啊欸，鬼拿斧头、啊。没有啦，我只是想说，如果可以的话，那高处很强、欸，把你打下去就好了。进来，哇，不怕啦，上面去了。再嘲讽，再嘲讽，再嘲讽。哎、欸，游戏好、欸，怎么还没死傻屁嘞？哎、欸，傻屁啊！可以爬树，我觉得太夸张了啦。我怎么讲？我打了那么多下，而且鬼失明，没办法跑酷。对啊，鬼会啊！跑酷星期四有用了，我的天，我的天！啊、哇，你给我过来，你这个嘲讽啊！我根本跑不起来啊，一直都砍不到啊！老师，我相信你可以的。谁啊？我旁边一直啾啾啾啊！你自己等一下，我要把音给关了。他还说音效一定要打开，超丑的。你还补血？补一下。人性。你是魔鬼。哎呦。你是魔鬼吧？你是魔鬼。你是魔鬼。你分。没关系。哎呦喂！哎呦！哎呦，这个鬼可以多一点，我觉得。我也觉得感觉可以多一点。然后那个发光时间要久一点。对。李叔别再跑了。又好了，全都鬼。哎哎，我要跑了。迪叔，你还想要嘲讽？啊！迪叔，你连针都隐身都给我啊！你是什么鬼？啊！掉下来了！我是调皮鬼，还敢在那里躲跑不连？哎，那个树上也太过分了吧！树上。在树上，这个我们真的看的时间就那么一丁点啊！人生好难，人好地图啊！哦，难啊！太棒了！等下换你当，等下当虐啊！换你当鬼，看不到。好吵，是你在树上叫是不是？有啊，波波嘛？哎，波波没有呢，不是我没有，那是阿纪哦，阿纪在底下跑来跑去啊，玩团呐？没有，我在拿隐身药剂。李叔白，一样。哎，你白吗？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哎，啊，我怎么死掉了？对，你怎么死掉了？哎，对，你怎么死啊？你怎么死？我没有被砍，我突然就死掉了。你是进入禁区？你右前方？没有，在房子里。右前方，我后面会被你死。中反的中，好地图啊！啊，游戏，怎么会有陪葬啊？我不是砍他记吗？怎么是你也死啊？对啊，然后哎，对啊，一起，你们两个分攻击，你们两个是丘比特是不是？丘比特，兄妹，别太死亡，兄妹，为什么？李叔，你跑去哪里了？非常之术，我躲起，李叔发光了啦，亮晶晶，别呛，别呛，李叔你亮晶晶，不要的，我失明都追不到了，真的。追不到，这一场太难过了。又是一个虐鬼游戏，丢出来了。好，下来一下。哎呀，我带了枪在嘲讽你，他们人图，人图，人图，人鬼殊途。我就觉得鬼黑黑太弱势了，太黑了。鬼黑太久了啦。对，大家可以给打一下，大概只有5秒时间而已。对啊。他的预设是这样，逼死人。
因为黑人完全跑不动、啊。好亮哦！来了来了，超亮、欸！我给的，我给的，我给的。亮晶晶的，哇！底下那些前面，底下那边跑，那边跑的，可以摸吗？我也有啊！你妈我你妈怎么？你妈我鬼呢？天哪，太棒了，好地图！哎呦，好厉害！鬼啊，虐鬼虐鬼被虐人！有有有，那个鬼的那个时间要久一点，十五秒我觉得很够。好，刚刚五秒其实就差一点点了，十五秒会不会真的要追一个人？是不是其实很容易追到？还是还好，速度很快了，因为有加速，加速蛮多的，但是因为有时间短。对啊，你们躲在那种跑酷点就比较难。对啊，我有良心，不能说跑酷可以到上面去了，不然树上又怎么玩？对啊，树上我真的是你们没有跑，无敌点啊，跑不过。你就要用那个十五秒的时间跑上去，可以的。极限哎，跑酷极限班，跑酷极限班，快来啊！波波啊，怎么是我？我的天，波波，刚才嘲讽嘛，吵死人了。我没有，我没有。车站，接下来车站呢、哦？好，我哪有？同的，来试试看。好的哟，走起。什么东西破图啊？哇，真的是黑黑耶！我的天哪！不要叫了，不要叫了。好，再叫我要关麦了。好，关掉啦。声音在环境音效啦，环境音效关掉就好了。嗯，环境音效好。真的跑不起来。我要关小声一点好了。哎，完了，这张地图不是鬼图。这张地图没有什么可以跑的地方啊。对，只能一直躲哎、欸。对，没办法。哦、oh ，很难躲呢、欸，只能当躲猫猫玩哎、欸。哦呦，看到鬼！哦、oh ，哎呦，而且鬼鬼亮亮亮亮，这是十五秒太久了，完了，救命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张十五秒完蛋了，完蛋了！轮流用你是什么鬼？你是什么鬼？你是什么鬼？拜托，什么鬼？我被开枪！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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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过一次了，我刚刚已经被砍一次了。哎，白痴！有干死！哇，你的东西飘飘了。我在轨道上跑不掉。哦不！我刚看到很多人在轨道上，我要在轨道上抓人的。我看到有人没有买票就上车哦。我直接跳上去的啦，好不好？谁会谁没绑是不是啊？先上车会死掉的啊！那个那鬼的第一个技能用就没了吗？哎、欸，这边这边是鬼，那第一个就是你会抓到人的方向，嗯、哦，对，对你就可以抓过去，然后趁这个机会。你没买票，我买了，你没有，哦，谢谢谢谢，我来了，我来了，你怎么看得到？我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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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巧克力，你还有鬼是不是？我被杰克杀死、欸、你是什么鬼、欸？对，你怎么死了、啊？我死掉了、欸，哎，啊，你什么鬼死啊？我死、欸，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也没，你在攻击耶、欸，好强！我砍死，我砍，我砍死他，我砍死杰克、欸，你被草地打，啊、他杰克他被你杀死了，哈哈，反你偷穿反甲，反星直接啊，我看是反星杀死我、啊，然后。然后繁星就一起死了，反正跟我刚刚那个一样，有他复活，他复活了，他复活了。你有道具吗？繁星有，是这样啦。救命！你是什么鬼啊？哎，鬼手泡泡好队友，我是死两次的鬼啊！哎呦，繁星复活，繁星复活了，大家快小心！哎，鬼手泡泡，小雨呢？阿锦确定要等多久吗？我现在不太确定。我看到就被追上了，好可怕哦！啊，好好好，你怎么这么残血、啊？我砍他很多下了，我已经被繁星砍了三次了，你知道吗？干嘛？快跑！现在快跑！这还有一个，有两个。吐鬼！我是我吐鬼！好恶心啊！谁住在深海里？大风里里 ？B O B O。所以那个发光隐身还是会有，会发光，会啊，会啊，还是会有框的，就是院里有发光、啊。我等，等下一个发光，我等下一个发光，别等了，阿纪你们嘞，刚刚还在的啊，银叔，我不对了，完了完了，发光发光了，我看到了，这是谁？
我最右边那个，我最右边那个。快跑，快跑！阿基，你最好了。阿基，你是什么鬼？哎呀呀呀呀！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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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差一点！差一点！哎呀！哎呀！哇！迷失了，迷失方向，迷失方向，迷失自己。我们还有多这么久？只剩三个人。哦天啊！加油加油！这张图没有办法，很多地方可以跑酷。这是鬼图，换鬼图，换鬼图了。钢人图下面。哇！迪叔嚣张啊！嚣张啊！迪叔。我嚣张了，我不行。对不起。他们两个都跳起来了。太高了。先这个。好，再那个。剩下那个司徒党，剩下的。哎，迪叔十五秒跑那么久啦！啊，迪叔，迪叔自己跳下来了。迪叔自己跳下来啊！那个 Duke 好像有点猛哎。哇，十五秒太久了吧？迪叔，我看到你啊！真的久。啊，你在哪？给我个讯号！完蛋了，前变鬼，哔哔哔，现在变鬼在要讯号了。波。逼叔，我们可以的，我们就彼此远离彼此。好好好。完了，后面有人来了，有人补起来了。完了。不不不。哇！我打死了，我这个。你当我智商 B O B O 啊？没事，我们把好最好的留最后。耶！最好的交给你。把手交给我，我可以交给你啊！关厕所了，但是开场有那个技能一起使用到了，有，嗯，太紧张就二楼对不对？别来啦！我是一楼车长，真的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这个是鬼图，真是不用可以像刚刚那些爬吗？是超级鬼图。有这边，繁星，他在右边的角落。哎呀，哎呦，吓死人了！哎呀，右边干嘛了？吓死人！哇！还是人类啊！人类赢了！好地图，好地图。好地图，其实差一分钟，我觉得还可以了，还行啦，其实还行。人类森林，是不是人类要轮流使用技能，然后尽量远离？哎，这样还可以，还可以。我等一下，那个被定轨还是可以动啊，跑跳，但至少没那么可怕，没那么快。我有追到迪叔，迪叔。小坏坏，过来，再来，作者的家，哎呦，好，哎呦，作者的家，参观他的家，我就会有一个凯很可怕，凯琳，哎呀，看，王北北说，哎呀，是谁当鬼？小雨，说，换两个没当过的，哦，这两个，别的可能都没有，我好想当跑的，好，来，走起。哇，好近哦！哦，这个是什么？啊，躁动灵魂是什么？谁卡我啦？等一下，完蛋了！他家是钉子户哦！真的假的？人类要赢了！人类要赢了！怎么躲啊？这是不可能的！人类要赢了！完了！人类要赢了！投降了！投降了！要躲哪里？这地图的差异也太莫名了吧！这真的是，所以作者 A 家是怎样？我还是没有办法看到全貌。对啊，我没有看到全貌，白痴啊！看到哇，作者 A 家那里长这样，是什么？是什么鬼？我看到有人睡在床上，我不起来，打死我吧！这么猛啊！你还有一些啊，还隐形的，所以这个恶灵魔法我来，没有，他进往那里，我往那边，我们这个就可以。我怎么死了？哎，为什么迪叔死掉了？一身攻击，突然会有一个人被拖下去啊！不知道。一身攻击，一身攻击啊！作者 A 家长这样哦。哎呀，我太紧张了。谁很紧张？谁很紧张？我听到梯子声音，巧克力。不是，你是什么鬼？你是什么鬼？我是
文心只是在睡觉。我是团团鬼。我睡觉不行，我等一下，等一下，我在睡觉。团团鬼，不要。哦，打我，你先睡，你先睡，打我。团团鬼。还有，我死前打不到哎，打不到哎，文心发光好久，很久打不到而已。我在睡觉，完蛋，无敌了，无敌了，他是不是无敌了？无敌了，睡觉。无敌了！哎、欸，睡觉无敌啊！睡觉无敌的啦！不能睡觉，不能睡觉，不能睡觉！好，起来，起来，起来！我还以为为什么你一直活着？原来是无敌状态。哎，关系没死啊！我不敢死啊！不是在警方呢，躺到床了啦，所以再次。啊、完了，bug 了，对不起，白痴，你就复活了，白痴，啊，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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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到床了啦，这个地图太混乱了吧，这真，我就是你那个重生点，对，那也被改了，也被改了，哎，最后怎么结束了？我也不知道，不知道突然就结束 ，bug 就结束了。感觉他是杀多少人，然后去记那个积分，然后感觉是这样的，然后就用反应去洗，然后就还是人类获胜，人类又获胜，还是莫名其妙死掉了。对啊，我们可以来个。原来作者的家这么小一个，我刚懂了。玩这张的时间，对，我看到一张隐藏地图了。哎、欸，你上，你上，对啊，还要再有一张。你想做这种王座吗？迪叔跟哈基都没玩过，哇，这个上去一定很舒服。哦，那你上去吧。不要，你在干嘛？这对话就挺奇怪。啊、我们找到一个王座，你要不要来做？好，王座哪里？还有这里隐藏地图。哦，还有隐藏地图，选择地图，开始大厅，就是这里。哦不，这里王座。哦哦，在这里哦。互怕互来啊！哇哦，互怕互啊！害怕。开始大厅。哇！完蛋了！去，爬高，爬高，爬高！啊！哎，鬼是没有任何技能的。鬼好像有个什么东西，那个黑色的。哎，快点跪，快点跪，快点跪！哎，有没有礼貌？快点跪啊！哎，我看不到你了啦！你为什么可以看我？你本来就不该看啊！这是什么魔法啦？这是什么魔法啦？魔法！哎呦喂呀！魔法！你没魔法啦！亮起来啦！亮了！他们亮了，他们亮了，他们亮了！哎。迪叔，他在超高的地方，爬山爬山爬山，你下来，没有，这已经没有了，没爬到最高的地方了。你们这个没有没有，还可以再爬，还可以再爬。哦，你那边还可以爬，我这边没有。所以要参加接受几次了吗？爬山的训练。你们后面有一只鬼在等你们。啊！哎，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他怎么不见了？还在，他还在，你再看一下。认真看，认真看。可以哦。我整个世界都是黑的，你等一下，你快看到了，你快到了，你快到了，你别看，小雨是不是骗我？我没有，你刚刚那地方真的有啊。你这个加速好难跑过，我就知道你不行。你是不是掉了？你是不是掉了？你们不是有第一个东西吗？好像可以远程射人吧？哦，那个那是远距离哦，我以为那啊，我被击中，为什么你没秒我？哎，我以为那是看那个，看人在哪里。哎，可是击中可以干嘛？就我们会缓速加失明。你说你要不要先去抓别人？我不行，原来这是跑酷地图，这是跑酷地图哎。迪叔，你怎么追不到 BOBO 啊？没有缓速啊，又加速啊，都不正常，奇怪。你有十五秒的时间可以追上他，他加速太快了，他真的太快了。他骑在另一边，下去了。那个加速很讨厌。哎，我又被射到了，白痴哦！不要，不要！我已经打下去了，完了，被打死了！被打死了！停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不要了，我已经沉思很久了。哎呀，有人在乱射，有人在乱射。他在另外一边，在另外一边。有人在，还有一个偷偷来的迪叔。有人在吐种子。哈基跟你说，哈基这边没人了，哈基这边没人了。种子，
张杰，张杰，张杰，张杰。有人，你你摸到鬼了，你摸到鬼了，鬼了，同志同志，我吓死了，有跳进，有跳进，有跳进了，我没吓，有的是，不是阿布，不要哭，哎，快让我吓到一起背包篮收不起来了，白痴哦，没有没有，不要再让我沉思。他掉下来了，他掉下来了。低速，你们想思考一下。低速，波波掉下去了，波波掉下去了。另一边，对对对对对对，往前跑，往前跑。对一直直走，往左前方，左前方。直走到底，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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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速，我是谁？他要爬高，他要爬高了。对，就是他就看到，他可以，他就可以，他就加油，他就加油，喊他，喊他，低速，往下去，往下去。到底这到底你们哎，我也死了，为什么？一身攻击啦！我的天哪，没有不过你帮我们坦住了啊！什么？他花时间去追你，我们就可以躲过了。真的，我就在这边躲到。真的是感谢 VOVO， 不是有些峭壁的羊就是这样子。问号，一群内鬼在那边假装大傻眼。因为我等下可以帮你，你赶快跑，你赶快跑。我再跑，再跑，再跑。Q Q， 还有，还有，还有。我也还有，我也还有。哇，这里没有。刘邦，刘邦，我等下头上就是刘邦。没有，刘邦没有用啊。啊不，完了，不够高。没事没事没事，可以可以可以。他们还迷失。你是什么鬼？我是什么鬼？那另一个是什么鬼？不好说，不好说。我是啦，我是头鬼，头鬼，头鬼，哇，不行了，为什么我也是？我们两个，迪叔也是，迪叔也是，迪叔也是，带走一个鬼，带走一个鬼，阿迪剩你了，滚蛋！哎，那边跳不上来了，迪叔，你可以复活。啊！怎么复活？你要在下面，你要在下面，你要在下面，我好想帮他，对对对。小雨太高了啦，真的。小雨怎么爬呢？哦，怎么上去的啊？小雨很会跑，我大概看到路，跟他们同样一地，这里掉过去。我被击中了，我要跨龙膜啦！跨龙膜，谁的种子射到我了？我的，来了，哈基来了！哇哇，来了！哎呦，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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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下去！没有啊，时间到啦！时间到啦，是20秒了，没有了啦！跳假嗨啊！他斧头假嗨，没有加速了，没有加速了。有人在嘲讽，我没有嘲讽。喵喵喵喵，叫给迪斯尼！天哪，迪叔，我快看不下去了，快看不下去了！哎，还有，居然还有，有坏人！我死吧，小雨！我不知道，哇！直接踢地上啊！哎呀，把鬼踢到我头上啊！对呀，没关系，你就算被杀死也是人类获胜啊！哎呦，我是我的，坏蛋！哎，怎么坏蛋？我帮你抓 P U P U 哎！好蛋，好蛋，好蛋，好蛋！同心协力抓住 P U P U， 成为了 Good Egg 啊！真的是。好地图，好地图，好地图，可以再装修一下。我觉得鬼真的是失明太痛苦了。你们跟比鬼还要鬼，我天哪！正常你失明要怎么射中人啊？盲射啊，盲狙，真的是蛮狙耶。好了，我们换下一个，换一点，换图，换图，1.16.4，好，1.16.4，我点四了，我的天，哇，天哪，对啊，刚刚我都有打出来啊，然后他现在在说哇点四了，都没有在听呢，哇，哎，是说你们，哎，开旧版本的时候，他会不会现在选择那个上面会有个惊叹号？有啊，没有，你只要有模组都会有。哦，就是他现在都会这样设定，这样子显示。他就说：“你确定要使用这个不知名的模组吗？哦、我们没办法保证你的安全哦。”我的天，他的意思就是可是我有一些也没有模组，他也是要那个，因为最新版的没有、那個。你的主线任务都解完了，这 bug 不是我的问题。你不要玩新版，你一定要玩新版本哦，拜托这样。你要玩新版本、哦，遇到旧版本是什么？现在知道不一样的 bug， 我不负责，那是旧版本的，还没有 debug 掉的。对啊，旧版本的问题啦，旧版本是另一个制作人，我都改掉了，你要去。
虽然那制作人换了没有，然后一直在改之前的人的 bug， 他说不改了，不改了，直接加这个。气了，气了，气了！怪前面的人，不要怪我。前一个版本有主线任务还没解完那个惊叹号。每日礼包，每月礼包，哦，有了，每月礼包，点点，要躲了，要躲了。要开躲了！哇，我的天，又这个哦，可以跑起来啦！啊，洗钱游戏，我的天！嗯，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的全员逃走中是不是该挑战两个鬼了？嗯、啊，有两个鬼了吗？开场两个哦。对呀、啊，之前一个感觉我们都已经比较会玩了，都被霸凌。如果两个鬼就不好说了，就可以做包夹了。啊跟你讲，真的会有人还敢在那边挂钓鱼，赚钱呗，还用奇怪的方式去钓鱼。这作者也有更新，各种人更新，所以很多奇怪的东西应该不行的，尤其什么穿上钻石装，好不好？解成就解除，那就每人50,000元哦。好的哦，好，好好好，谢谢老板。排币嘛，对不对？耶！哇哦，谢谢巧克力老板，谢谢，并没有，谢谢巧克力，谢谢巧克力，耶耶！真的，我会好好运用这50,000块的，谢谢。我们永远感谢你。你给了我们，我们会永远感谢你。只会感谢。我忘了怎么设定呢？为什么？嗯？为什么有点没办法设定的感觉？你要设定什么？任务组合啊，不是什么要跳不过去，他不是可以三或一，一或二，嗯，还是要改，哎，没关系，完了就知道的，有了，就近一点，近一点是，你觉得团团有吗？好，任务组合好像不能改，那就一。Oh. 好，团团跟影月，好鬼哦！我的天啊，好鬼是怎样的？好鬼哦，东西，请大家加油！好可怕，恐怖时刻！团团跟影月，走起！不是不是，我阿金还没改，阿金，阿金先死了，他刚刚是那个阿金输掉了。他手掉了，手被狙，阿基怎么死了？他在看那个指令盒，然后突然被切人生存的，阿基直接死掉了。是你自己切的吗？我最后是看到你有切，没有，没有，是那个他那个他开始的时候吧？你倒数四秒的时候，他来叫。我想问我有看你切了，我才那个，快笑死，笑死，看错。正慌张，你怎么下虚空？慌那我在看他刚刚为什么不能那个切换模式啊？我在背后看，看一看，掉下去了。你要说组合在上面，是我的眼皮啊？还是点高斯牌？我都点啊，高斯牌，高斯牌组合。哦，我懂他意思啦，他在对话框的上面，我一直在看下面。哦，那对话框很长，很长，对，很长，叙述说明很长。哎，重新连了，好，好，好。我刚被口水呛到鼻孔里面。你自己踩吗？对，啊，自己踩啊。好哦，我要踩哪里啊？这里，然后去打鬼，对，哦。可以可以可以，我想要陀螺自己拿。哦，对，摄影大哥，摄影大哥，摄影大哥有那个了吗？那件摄影大哥了吗？没有，有了吗？没有吧？不晓得，没有吧？还没时装，不知道，还没时装，扛错了，对，扛错，扛错，扛错中间，扛错，当鬼。有头了？不知道，没有，还没拿到摄影大哥头。你就努力活下去吧。按按钮吗？十一秒那个吗？十一秒完了，
完了，我要先背对了。我是没有特别挑啊，我要先走了。一秒钟。请问我跟云月可以干扰吗？我觉得不用干扰，我应该也第一棒就出来了。应该对。这十一秒，还在听他的开幕曲《绿袖》。不要是我，不要是我，他记上吧。我挑着游戏要开始。这个是要那个嘛？就是十秒还是十一秒？然后你要按自己数，可能八秒吧。八秒，屁嘞！刚是几秒？我刚没看到，完蛋了！他没有特别说吧？我觉得你们刚刚就按过跳过了吧？有按跳过吗？可按到跳讲啊，跳过了吧？我记得他预设不是十秒吗？还是就是我准备上去了啦，我也觉得上去了，好，我赶跑了，赶跑了，准备赶跑了。一人站一边啊！你们可以再喊啊！他记了多久啊？走了，十秒，哎，现在才按。你好吗？十秒还是十五秒啊？十七秒，好像是十二秒。有点久，走了，差不多吧？这不是这样，我觉得很棒。我觉得鬼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下？你们等啊，等一下嘛。给我们一点机会啊！我们原本不是要玩这个，是猎人哦，要十秒。怎么拿到 Not Me 啊？那是什么 ？Not Me 谁 Q 出来啦？对啊，不好意思啦，逃亡也就不好意思啦，对不起啦，忘记是右键的 Q 出去了。给一点机会啊，给一点时间啊，给一点机会，给一点机会。哎，有新的地方耶！我发现 bug 了，白痴 bug， 你坏掉了是不是？我拿到加速的那个之后，我按到右键，我现在变成人类似的方式。哎，等一下，你开始加速了，不行啦！这从上次的 bug 就到现在，我成功先抓到波波了。可是问题是我变成人类的那个模式，我没办法加速啊！笑死你！你用那个要那个要重用了，你这样完全不能跑。你有一个方法，你找到影月，看影月可不可以给你团后面。影月给我，把鬼的给你，然后说不定你就可以了。哦，我试看看。等一下啊！你要怎么给我呢？丢啊！所以那是。所以人类可以一直丢那个加速逃亡，然后让鬼混乱。好坏，让你们不小心按到。太坏了，有吗？哎呦哎呦哎呦，好像不错哦。没有坏掉，应该是坏掉了，应该是坏掉了。我上次掉掉掉掉掉掉掉，上次就是坏了。我觉得你们俩可以研究一下，上次有救回来不是吗？他自己用的，让云云的。然后你说那个太阳花是不是？对，太阳花，对太阳花。这样就可以，这样就可以。哦，有救成功，有救成功。弓有吗？没有弓。你吓死人哦！第一个任务来了，这个不是一删就好了吗？对啊，不能讲出来哦，不能讲出来哦。对啊，所有人都要去哦。之前看到的 bug 是一个人把它全部点完。哦，你说我那一次哦？对对对，应该是。说不定，说不定还有。这样讲完，雨月知道在哪里了吗？他们不知道是哪一区啊。哦，雨月，你去香港那个什么地方，什么小镇那边？啊。哦，他看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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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完了，反正我都失明了，我就失明到底吧。看不啦，完了完了完了，这是小镇吗？这是哪里呀？我走去哪了？我都不知道了。我也不知道我去。你在哪里？你跟我们讲一下啊。他怎么来这里 ？Oh my god! Oh my goodness! Oh my god! 所以是每一个人还是都？那个可以帮？不知道，还没找到。不知道。哎呦！找一下。那东西在哪里呀？上次是那个啊。应该是在这一区。上次是我啊。嗯，你一个人去路啊？不是在这吗？找不到。你迷路了？是在这区吗？哎，快跑，杰克！哦，这个是吗？杰克是在这区吗？你跟我讲一下嘛。讲一个饮料吗？对，好黑啊。可是好像有现在有那个了，房呆了。所以反过来敲要带我们去。对对对对。黑哦。杰克说一下嘛，杰克说一下啦，杰克。杰克，你快！反应这里，刚刚在这里，反应这里，对。杰克，你怎么不知道？不知道，我刚去找了。我那天就是一直按啊，正成功。对，可是不能，我刚一直按，一直按都没有用。我什么一定要？一定要顺应的行行行的声音啊！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走？我们怎么走？我们怎么走？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你说你知道吗？
地鼠，啊！不，我们这里要怎么出去啊？左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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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边，这边。在哪里啊？剩谁没按呢？阿纪，你刚有看到我们吗？我没有看到你们啊。阿纪走远了。有啦，刚有啦。阿纪怎么可以换钱呢？我在哪里啊？啊，完了。这个是陷阱的意思。我看到巧克力越丢，我就跟着丢了。丢一堆陷阱在地上啊！哦，这是什么？这哦哦，你们要点这个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我不知道。完了完了啊！不用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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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点。等任务失败吧，算了。白痴！我买七个，我买七个留言板干嘛啦？是你的，就是这个里面那边。他在里面，我们没办法救你啊！对，里面啊，这个里面啊。对，而且你看他刚开门就知道你要来了，嗯，没有认真会怎样？直接被淘汰那个吧？哦，哎，那不干我们的事情，强制淘汰，强制淘汰，完蛋了！不是，我们点完了，对啊，不是我们害的吧？不是，哎，哈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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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淘汰，给你这个啦，来，你留个言啦，你留个言，你留个言，留个言，我实在是太多留言板，你看留言板都是我的，全部完成了，哎，你看旁边那边，旁边。你看旁边那边，上面啊，你们都完成了吗？他们完成了。没有啦，小雨，你都完成了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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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你好猛哦，你没有射到人哎。对啊，好猛哦，你没有射到人。还这么能射到人？等一下，前面有另外一个啦。你打什么？你给我过来！乱打，你过来，你在哪里？哎呦天哪，雨哥，我超过来了。我跟他力量不好，跟他哈基留的眼了，好笑。我也想看哈基留的眼，太可怕了。别听我，小雨。你月领完钱了，没关系，我要去领钱。大买特买了，完蛋了！现在我的钱只剩40,000啦，我花了7,000块买留言板，干嘛？我一点的时间都没有啊！好，我现在有很多的发光。哦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太多了吧？哎，九个，你这样有18万哎，没事，加原本5万等于多了13万哎，很小很小，是吗？咦，是吧？知名哦，那我这次数学难得算对了，音乐有花光吗？我先发个啊，好啊，你不要花了，不要那边有人啊，光光了。那是谁啊？月光光，心慌慌，只剩我们三个人啊！哇，我看到这个有没有弄到你们啊？哪个陷阱啊？就蛋蛋陷阱啊？没有哎，没有感觉，没有感觉，那也不尴尬。刚刚一开始不就拿到蛋蛋有问题？哦，没有，我就不要去 Q 他就没事了，所以不用再那么辛苦的用了。哎，这个渔场被封锁了，渔场被封锁了，对啊，哦。哦，不能乱说。这现在在逛地图。啊，刚刚这边不是有人？好像有人啊，那我再亮一下好了。你别再亮了，不要再亮了，走开！啊，猎人不能跳水哦，我有猎人可以跳水。还想跳水？游泳？游泳？哎，为什么有人给我救命药水啊？谁乱 Q？ 谁乱 Q 啦？乱丢！哎呦啊，用错了，用错了，好黑啊，好黑哦！为什么到处都有中介珍珠啊？不一直丢啊，造陷阱啊！用你啊，你多一点啊！逃亡时按右键好哦，让你很多颗啊！杀手也要逃亡！不要再丢了，繁星。啊！早上到你啊，白痴哦！哎呦，看死也不行，往地上射到他啦！哎，真是这个真的要射到地板，真的是有点难。很难。哦，你没射到人哎，很厉害啊！我也是故意射歪一点的。很强哎，珍珠可以捡哎，到底怎么回事？这是饼干屑吗？找回家的路，你这样跟着饼干屑走，有没有就找到人了、啊？有没有？对啊，你还找到人、啊，对，找到人了，跟着饼干屑走。啊，吃鸡蛋会不会有影响？
后。哎、你要丢鸡蛋是不是？不要再发光了。来了，蛋他鸡蛋就 Q 不出来啊，就那颗可以。嗯、对，鸡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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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还鸡蛋，不要一直发光，要常驻发光。那你是要怎么过去啊？是走这里吗？啊，这里好像是从这边来、啊。这里还有珍珠了吧？等一下，饼干屑，饼干屑，饼干屑，快跟饼干屑走！我要加速。哎，为什么我过不去？还有个 CD。哎啊啊！原来有 CD 时间啊、哦。哦，有 CD 就可以让我跑走。哦好坏，来跟着饼干屑走。不要一直跟我绕这个圈，跟着饼干屑走。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你那这个坏坏，那你要唱圈圈圆圆圈圈，圈圈圆圆圈圈，快跑！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这次没 CD 了。CD 吗？怎么那么快？我也不知道怎么这一次超快，刚刚都不行，超奇怪。我记得都还没用，我想说有 CD， 完了，我怎么没买的？因为你刚踩住它。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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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来来回回哦。结果哈基跟我想的都差不多。你跟我想的一样哦。对，差不多。但是你现在发光了。亮亮哦，亮亮亮哦，这是长发啊，快打的嘛。我说你好帅、啊！哎呀！哎呀！哎呀！啊，游戏怎么没有结束啊？啊，击退棒棒，为什么会有击退棒棒？游戏怎么结束？结束你们有？哇，大量糖果！哇，收集二十个，收集糖果喽，各位！哎，哦，收集糖果了，可以复活了。收集糖果的人就可以复活。炸弹！那你们现在可以打我们吗？炸弹！不行，炸弹！炸弹会怎样？打你们吗？炸弹，你炸弹会怎样吗？失明了，失明了。先不要打他们吧，先不要打他们吧。我们打你不会有伤害吧？会吧？哦，他的糖果是一个像那个，有点像 Happy 手找礼物的那种。没有没有，各种各种都有，就是头颅。不要打我，你干嘛？头颅，我想跟你玩击退游戏。不要，你去找 Biu Biu 玩。他给你糖果炸弹，我找了。他是在所有地区都有吗？对，所有地区都有。我找三个，找了一个。什么？找了一个。点不到，点不到。有。还是伊帕脸的糖果可以拿吗？你干嘛啦？他卡在里面点不到啊！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不用，不用，不用！我帮你，这样比较快，这样比较快。没有比较快，真的没有比较快，真的，真的吗？真的吗？你看了，不要以为我快死了，我快死了，我快死了，不行！很疼你，那个让我心跳很大声。你知道人哦，就是拿太快了，内心的声音。因为这边你们，因为这边没人啊，我这边没人。好了，我去找别人，可是我不知道别人在哪，我去哪了？你要看医生。糖果，糖果不能吃太多，你们这个吃完隔天就要去拿吗？我可以拿吗？不行，我们不要拿了。所以是最多人付还是怎样？是拿到二十个的，二十个，二十个。先找到六个，先抢先赢，先抢先赢。九个而已，糖果九个很多，九个很多哎，很多。我来拿他，他是不怕打他。你拿又没有用，你吃什么减肥？我才需要补充好吗？你下不去，我看到一个低血糖，低血糖，低血糖，你也太 doki doki 了吧？干嘛？你拿到几颗糖果了？我三颗，三颗。加油！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他进。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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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打进去，我帮你打进去。巧克力又跑到我面前了，我又来了呢！我两个人心跳爆大声。阿金，里面还有一个，里面还有一个，巧克力你几个啦？哦，这好可爱哦！阿金几个？阿金应该比较多。哈基十六个，哈基十六个，十六个，太猛了吧！我的，你不能偷打。那边还有一个，那边还有一个，那边还有一个。你真的是太猛了！我来，我来打你，我来打你了。哇！糖果，打我！我不能给你糖果，好难找，要找到二十个好难哦。我已经找了，我只有十个而已。我找到十一个，我有十一个啊，十九，十九。
哇，他进复活了，他要复活了。哦，我直接变，等下我是十六还是？啊，等一下，你要等第一 round 结束，你才会复活吧？对，他说要等145秒，所以只要二十个都可以复活，是不是？对，一个耶，干过，干过，不要的，那我好了，祝你高蛋了啊，交出来。哎、欸，你怎么穿装备了？你怎么还是可以穿装？你怎么还是穿装？哎、欸，没有穿装了，没有穿装了，穿装就打不死。就你是快没血了，没有没有啊，我还很多血啊。我觉得你打波波会比较好，还在我的左边。没有，只有铁装，他只有铁装。糖果，我帮你，我帮你。哎，这里有糖果，小友帮你，那边有一个，那边有一个。好，还有吗？还有吗？我也找不到，是不是都被收光了？这里没有了。你们都是爱吃糖的小孩。哎呦呦，这里还有一个。啊，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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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没有，这边没有了。差六个。还有那里有糖果。不是吗？糖果，这边多一点，离你靠近一点。我是糖果流氓。他那个距离就怎么那么远啊？哎，你待会找另一个，我去跟他。啊。不然我就一直打你哦。有，这有，这有。加油，加油，加油！我说我在看里面有没有糖果。不行，我还差七颗太多了。有一个那里，哦，那里有，他可以去旁观者看看糖果啊。15颗。巧克力，那个前面那个白色柱子有一颗，后面对，起点那边干嘛啦？糖果，起点我糖果了。哎呦，我看到了，看到了。糖果，干嘛啦？糖果差5颗而已。哇，剩下40几秒了，我打死啊！我打死你没有。柱子旁边就是一个，还有哪里？我擦，这边哈基都收过了啦。这还到下一个，我就跟他。哦，哈基有漏掉的，哎呀！你不要跟杰克一样都漏这里，没了，没了。24颗没有。马桶也有糖果哎，看一下这是上面马桶哦，哎呦，这里有。哦，完蛋了，剩25秒，差5颗。完了，剩3颗，找不完。哇，剩3颗，减3啊，那在外面弄不到。哎呦，这里可以去。这里有一个。哦。哎，我也差3颗。减2。底下二个，那边还有一个。哎，这里有一个，这里。那有秒吗？秒。有。哇！生气了，生气了，复活。哎，你怎么？难过。太醉了。可是你们复活好像也没什么差，差一点点。对呀、啊，哈基回头，哈基回头，别，这里很危险，回头，这里很危险。快跑啊！我是两龙。哦，我重新开始，开始喽。哦。现在可以去穿装。穿装会比较硬，是不是？对。会被多打几下。还有铁装，还有铁装。哟，这么猛。他钻石装没有了，但有铁装。你可以丢出来，你放一个那种。哦耶！你们干嘛走一起？就是等下被追的时候，1/2手夺掉啊。嗯。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而且我们这样分散的话，鬼也不好，会比较。因为你在哪？我一块钱。啊，我在水池一开始的水池附近。哦，我好像看到你 ID 了，所以你没有发光了，对不对？我还有啊，还有5个哎、欸！哇、哦，你好多了吧？还有5个，太多了吧？我看到有一只在飞的蜜蜂，要亮亮哦！要亮亮，不要不能，要亮啦！不要，为什么波波跟繁星是灰色的、啊？我们是摄影师大哥啊！哦，啊，对，他们是摄影师大哥，阿基快跑！哎、欸，你奈是有任务，要干嘛？又有任务了，你们有任务了，至少要2位逃亡者到以下的。等一下，我还在看任务，等一下嘛，让我看一下。你们两个看完了吗？你看完了吗？居居，你看完了吗？小雨，啊，我喝一下，我还有一罐，等一下我还有一罐，让我在死之前把它喝完了，我喝完了。上路。所以，那这个要怎么解啦？我没办法。没事啊，拜拜。哎，你去看啊，全剧终。好那么快哎！没有工作，我换猫头鹰啊！好快，白痴哦！天哪！这
故事告诉我们，两个鬼太可怕了，还是太有点强、啊。我觉得一开始那个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啦，太恐怖了，一开始还来不及躲啦。对，对，都是垃圾哦。那可以看一下他到底是几秒的、啊，有吗？十二秒，怎么这奇怪？十二秒，还是按按钮比较好玩。调错了，直接全场大狙击。什么全场大狙击？全场大狙击。叽叽叽叽叽，我被搞，危险喽！夸奖你们大叽叽不好，好，算了算了，都小叽叽。没有女孩子。你说迪叔吗？哦，迪叔，对不起，还有我。没事没事，迪叔抱歉。要遮画面，又换了吗？哦，换地图了。啊对啊对啊、哦、那个连本机的连本机那个样本它有全面最新最 hot 的版本哦真的假的、哦、版本一样是最新吗一样的一样东京版本哇东京这么 hot 的吗很 hot 不是吗我们这是台湾 hot 哦真的好冷哦好土生天好热哦耶、yeah, ，这是材质包，有材质包。是啊，一进来的时候说什么要下载材质包。没有，应该没有，应该没有，应该是别的地图的。哦哦，我说这么厉害，他也没有，他也没有。B O B O，、欸、哪里呀、啊？这里啊，真的呢。哦，有泡泡哎、欸。哎呦，冻结的，我是冻结的。哇，冻结的呕吐。紫色攻击的对象失明，停止移动。哇，最强的阻碍系冻结者，这打下去应该是很可怕哦。你看出来都很绿哦，看出来很绿。本机，我想询问一下你这个新的东西，这个的发想概念是什么呢？这些发想概念是那个，你看巧克力的头在这边吗？它已经被使用过，所以就没办法对称吗？哦，不是。人家给你、哦、可以交换一下、哦、你说有我很开心我很开心本机你愿意接受我你看我没有讲我只有身体只有你有其他人都没有哎、欸、有啊有啊这个还有多一个、啊、有多两个杀手啊多两个杀手你说他记吗哎有我那他没有选择哎、欸、样子不是拉手有金翅逃亡者如果射他的话，就会被反伤，是不是？对，哇，这好像也蛮强的、欸。这都是干扰系的杀手，干扰系的。哎呀、啊，这一次加两个。那还有什么更新的？更新的话，模式也加两个模式。哦，好多哦。像我刚刚模式有加一个。嗯啊。然后背叛模式的话也增加一个，要蹲下去换的。哦哦，感染模式。那我们看感染模式新的这种逃亡者抗性四死亡后，死亡后会变比较强烈的杀手啊，强力杀手开始行动。以前是比较弱的，现在是强的，现在是强的，比我们的杀手更强，不会让我们死掉了。多两个效定啊，有爱模式，哎，有爱模式可以哦。是会让出不爱做之类的吗？这位置给你。我很有同情心啊，要等所有逃生者到达才逃生。哦哦，我们之中没有友爱。哇，哭了。谁先到谁就走。然后地图部分加两个。哦，哪一个适合我们的新的感染模式呢？新的感染模式吗？嗯。Yes 啊。天堂路吗？啊、还有密包吗？哇！哇！可爱啊！蜂窝迷途，这个还蛮扣金的。蜂窝迷途，在这张地图上，我们的感染者、感染模式、感染的杀手都会很厉害哦。厉害的感染者，但是一开始只有一个、两个，好，一个，好，就一个吗？一个，一开始可以，看看但是他只要感染到人，那个对方也会很厉害。好，我建议选一开始的那个杀手，就是一号，
一号冻结者欢迎你。原来是我啊！我刚刚以为为什么又要带过去，你知道吗？就是你啊！是你啊！我怎么就是你啊？哦，没事没事。万年跑者，万年跑者，万年跑者，跑者跑起来，跑者跑者跑起来。给擅长跑酷的你，擅长跑酷都选择好了吗？好了，就让我们 go go！ 哎，有了哦，好多酷，好黏。哎，哪里走？这里走吗？开箱手机？为什么还有什么商店连线装置可以？哎呦，是我们怎么都没开？那你们怎么还没有走？啊，我要出来了！啊，旁边呢？太冷了，太冷了，太冷了！不是要讲嘛？太冷，他们没有开是不是？对。哦，所以是要我自己跳过来吗？本来是这样吗？哦，地板上粘，你要自己找地方。好粘哦！哦，这地图这么酷啊！被粘住了，要走回去啊！我的天啊！啊不，这里！见死就是钱！我的天，消耗见死那个皮！啊不，我跳不过去，我跳不过去！你可以，走不了，走开！不要，我只是收这个就好，收这个就好啊！你们紧张一下，真的，你可以，你可以，没有，他还只喝药水，我打不死他。抗性是，你还有吗？你还有吗？还有！不要啦，加入我啦！没有了！我被粘在更高的地方。请问这怎么跳？要跳中间。哎呦，我要按了。他要在比较旁边的地方才能跳过蜂蜜。要那个利用他的特性，可以站在边边角落就不会有蜂蜜的短药啊，粘。完蛋了！李叔，你怎么掉下来了？好像最前面这边好像也可以爬。那里有楼梯，然后就可以爬上来，好酷！加油！完蛋了！蜜蜂飞起来！加油！蜜蜂飞起来！放心！啊！我抓到你了！不，给我玩！完了！不要这样，你不要打低叔，你不要打我，要打你好不好？啊，对不起，你来打低叔吧。去吧，我帮你们打过去打低叔。低叔掉了，低叔，别打了。你们在干嘛？你太好看了，你可以掉。耶，按赶快。Help me。托尼克，打不赢就加入嘛！真的只要打不赢就加入他打不死人他好废哦！超低的啦，是吗？我站着把我所有的水喝光了。前面不是很强的鬼吗？他会一直按，然后很那个看不到，可是打不通。我真要怎么走？我带两 TT， 留在原地就好了。MDT， 我来了！加入你们！敲！哎呦，就他们都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啊！我旁边蜂蜜可以采，旁边蜂蜜不可以采，可以，不可以。哎，你们这边啊，对，这边跳过来，完了，那感觉很难呢。啊，有，往上一关吧，可以，我不知道哎。好了，我们这边是上五关，然后再走过来。真的被我抓住了，反正然后打过去，我看到什么东西了？你怎么把他打过去？没关系，我们也过来了。这里有路，不要担心。可以的，什么鬼？这不是鬼的路吗？完了！你们粘进去，我打不开。担心来，但是他这里有蜘蛛网，代表应该可以从下面。这边好黄哦，这要从哪里？啊，这里墙壁，好像副本的王哦。接下来呢？
这解谜地图，走后门吧，走后门吧。还要解谜呀、啊？所以我们要找寻找钥匙吗？寻找路径，逃离这里的。对对对对对，住了，捏住了，第一次到小世界。完了完了完了，不能让后面发现我们走的路。这个路怎么走、啊？我看到了，他们一定想不到啊！我们这个绕了五圈才可以走过来，他们怎么可能找到？绕了三百年，比较后面的杀手可以用那个传送。不要啦，要先去那个、啊、找蜜蜂，然后拿那个 key。那、哦、个、哦、不用走水了，对是不是？嗯，这个水那边有箭头，九蜂蜜，九蜂蜜，跟着箭头，跟着箭头。墙壁有蜂蜜，墙壁有箭头，我们没办法再多说些什么。墙壁的蜂蜜可以再上去了。哎，他真的是麻辣。墙壁有箭头，墙壁有箭头啊！跟着跳起来打他们，跳起来打他们。哇，这个团团，一个团团嘞！对对对，秒秀到了，秒秀到了，团团拜拜，团团拜拜，拜拜。他一直喝水啦，他一直喝。他为什么一直被黏？高国吉又快砍他！耶，死了死了！不要看成我们的演员了，够了够了，阿吉，阿吉，加入吧！加入我们，加入我们，这个地方要走，加入我们，不用担心，真的吗？好黏哦。怎么会这样子啊？天啊，我们都被小看了，杀天哪！杀他们！我们还是……哦，好，可以，可以，可以，那样可以。刚刚讲话，好突然哦！隐形的，他是隐形的，我们帮你。全部隐形的，快点！要睡睡睡睡睡吧！哎，右边，右边，右边，加入吧！加入吧！你怎么可以走到那里去？跳不起来，下面上不来哦。哦，下面都过不来哦！九秒，九秒，九秒！哎呀，真难，真难！好，来了，来了，来了！阿锦，你这样其实走是比较难的。是啊，哎，对，我们没有有啊！他怎么钻过来了？你怎么都没有跳？哎，这个结束了，有点突然，太突然了。我觉得地图非常的好。好黏哦，超黏的，黏滴滴的。那这个感觉关卡比之前还要少一点。对，但是超黏吧，超黏，对，比较黏一点。路径也要再特别要再找一下，通顺。有啊，至少大家路径还会了吧？有，嗯，大概。那如果两个鬼呢？两个鬼，哎呦，哎呦，好像一个。欢迎，再欢迎一次。好，电影院完了。哎呀！加入跑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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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选跑者。这关跑者，所以我觉得跑者很无感哎。有这么加速？对啊，太黏。你刚也没有什么加速，不然打击者好了啦。还有哪个不错？我刚也打击者啊，可是也还好，在拖时间而已啊。嗯，基本上我都选狙击啊。可是狙击手，这次牛仔也有改版。牛仔有改版、哦，牛仔改怎样？哦，哦，你非常烦人，我的天啊！他有那个耶，非常的烦，有缓速箭矢哎。哦，对啊，而且还有怒涛模式。那我来当个捕尸，帮大家呼呼。好，你烧啥呢？他，我选择好了吗？好了，饿。好，我们走起。好，杀人喽！走了。加入了，是大家的脸。对对，大家的脸，很多脸。啊啊，看不到。完全恢复药水哦，无敌药水哦，已经开始了，讲开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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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哎呦哎呦，你们在哪里？我们在。完了完了。桌上。这跑酷乱跳失败加重来了。过来。啊。卡扎狗给死了！哎呦，可以可以，我们全都已经过来了，我们全都已经过来了。哎哎哎，要不要过来？关心关心关心！哎，哎呦喂！想一首《枪的烈焰》好，好
繁星，跳高，跳后面。哎、欸，我躲这，躲这，躲这边，躲这边色。哦，好，这边有个洞，这边有个洞。你听起来好累哦，要不要休息一下？啊，好累哦，他好累，好累，你是不是繁星啊？啊，好痛。后面还有个繁星，没办法了，快跑，繁星！我不动了。啊！要站边边，要站在最前面，站在最前面。我们太多人了。哎，娘踢踢，反正全部都是大家的头。我想要走另一面看看。哎，哇！啊，白痴，我自己掉下来。卡了，速度法卡，速度法卡，速度法，等一下，完蛋了。加入了杰克，没有没有，还有一个要加入，还有一个加入。哦，我是走这里。哦哦，好，走来了。你要这样，你让我啊，完了，等一下我的跑酷，你让我试一下。哦，不要不要，你陪我。拜托拜托拜托，可以玩跑酷真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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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鬼会被霸凌。当鬼会被霸凌的，不会啊，当鬼会被霸凌。啊！哎，小雨，小雨加入了，加入啦！有了，我复活了！哎哎，他杀进来了，杀进来了！小雨全部回复药水！啊啊啊啊啊！我不，迪叔，我不要那里！我都是你画面啊！我把迪叔打过来了。快跑啊！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啊！哎，有玩到，玩到，玩到！大师兄，靠你了！我们都，我们要加入了，我们全部都要加入了！太多了，去啊！这里，我们要来了！波波波，太多了！比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还有机会，还有机会，等到我们来！我真的不会跳，卡了一下，看我卡到了，很开心吗？李叔，转一下，要转一下。哦，反正要从旁边跳。哇，熊猫团 ，Hello， 加来，我们走这里，我们走这里，我们走这里。他到底是哪里呀？对，他剑士也可以买道具啊，只是好像哇，不打过来，你们可以买冻结剑呢。咦，消耗剑士，哎，又来。哎呀！我最后哇！哎呦！哎呦！进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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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车美开启！进去了！有人一起进，我们走下面，走下面。被打出来了！我要加入了！耶！来吧，加入我们吧！来吧，吃肉啊！加吧，加吧，加吧！我觉得迪叔已经死了。加吧，加吧，加吧！这个，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跳。迪叔，等一下，不要打了，拜托啦！再加油！哪里啊？不行！加吧！按到，按到，按到，按到！他这么早？这两个这么早儿？就在旁边。尽力了。没有，他那个好像不太能走，他已经有点问题了。哦，真的。对，已经被击毙了。哦，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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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为什么谁有？你怎么被打了？哦，下面有水鬼。太小，不要看我们的内裤。哎哎，屁嘞！看呐，知道。很低。我带你们，我带你们，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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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有水没喝呢。本机没有大半了。本机。哇，有波波过去了。下去，我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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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肉，吃肉，吃肉。加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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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吧。加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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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地狱哦，地狱哦，嗯，溪谷追逐，溪谷追逐的话就不推荐感觉，不推荐，然后不推荐，犯罪推荐一般的是吧？对啊，好，好，遇到最一般的模式，最初的港洞，港洞，那我们的鬼会有几个呢？两个可以的，几个？两个，好，好，这个的话没有什么迷路的问题了，蛮直线的。哦，直线，直线的，按 W 就好，是不是？好，你这样讲对了。
跑起来就对了。好好好好好好，打击者，他们是团团跟迪叔。好，那我看一下。原来你还没看啊？我以为我是跑的人。因为你推荐我们的最新最厉害啦，叫做冻结者，非常的适合大家游玩。好，我选了。我也选了，你可以选反击看看啊。好，我选反击，有两个，你可以选小雨。好，我选小雨。我选小雨。伤很痛吗？我刚刚选反击好像没什么感觉。我因为刚刚刚才是伤痛比较冰一点啊，就是因为刚刚抹脂了。哦，所以现在伤很痛喽，要克制两对了。嗯，走起！哎，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哇塞，来玩！跑酷训练班啊！跑酷训练班，跑酷训练班。哎呦！我等下迪叔，迪叔你怎么？哦，没了！你怎么丢出去了？你把手丢了，你把手再丢了，把手丢了再丢出去了啦！哎，直接这个下面有就好了。用之用之用之，哎，他们来了，来了！你太快了，打进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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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啊，把他打下去吧，把他打走，把他打这。反正另一边可以游，另一边。反正左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有。我打击者，我打击者，我打击者。啊，你打他，打击出来，打击出来，打击出来，把他打出去，把他打击出去。打击，哎，你黑黑，你黑。哎，这里是左啊，最右边，最右边。下去。啊啊！走开。前面右边，右边，对对对。我是鲨鱼。你好，你好，你好。有鲨鱼，有鲨鱼了。要进到白色里面，白色里面，白色里面，白色里面啊！白色，有了，有了，有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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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爆！啊，是鲨鱼！哎，我们有点事，我们先走，小雨。啊，你先走，你先走，没事，没事，没事。小雨，当鲨鱼了，按到了，按到了，按到了，你们快走啊！我在牵制。哎，那那个，哎，阿慈，要不我们一起游啊？我不知道，杀手路在哪？我也不知道在哪，每次都迷路。往上面走，往上面啊，看到，上上下下，看一下嘛，看一下了哈。那迪叔，那交给你了，我走了。好，我也走。那我们一起啊，我们一起嘛。好，看一下路啊，我看一下路。哎，他那个反击好好烦，好烦，痛吗？有痛，有痛到。哦呦，哎，一颗心哎，扑通的哦，好像是猪哎，有些猪哎，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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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打击出去，打击出去。不要再打了！拔了，拔了，拔了！你那个打击者，你要死了！打击者，扑通扑通的狂跳，哎呦！我上来，我上来，上来！哎呦，好痛！哎，打出去，近，比叔不用那么近，比叔不用那么近。要！有没有？不要！三天！哎呀！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这个真的完蛋了！不是啊，打击者！哎，为什么里面有人在底下游泳？你没看到啦！哎，小雨，我们刚刚说好的呢，你们跟我一起游，我游啦，我游过来了，游啦，游啦，游很棒啊，我游了，我游了，我们游错了，游错了，白痴，游啊，打回去，把它打回去，游啊，游啊，游啊，我想要来看这是什么，哦，我把杀手打走了，真枪还不错哎，哦，到最底，超慢的，为什么？跳加加缪黏黏，哦，两 TT， 两 TT， 这什么招啊？走到最前面，往前面，走到最前面，靠近他，然后再跳。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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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你是智慧团？哦，好刺哦！别来了！为什么我觉得定身没有效果，很显著的感觉？对啊，我不觉得有被定。有啦有啦！你说我的定身吗？没有啦，我是说我们的啦。我敲敲人，太痛了吧？两个！哎呦哎呦！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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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了？不行不行不行！啊！怎么暴怒？完了，团团就在那里了。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很生气！生气是给魔鬼。生气！怎么会有箭矢射到我啊？假如你生气，我很生气！你在打，好痛啊！怎么打？然后击退也不击退了，赶快击退！假如你生气，抱着那个击退折扇。怎么买东西去不疼吗？那个丢出来。其实给魔鬼留余地，出来捡，用点的，用点的。我的躺击退去就被你们打坏了。那个左边地柱定一下啊，可能我们定。会啊，只有五秒的。
哦，你这个反击很痛。别的射，脸很痛。对，你是频率哎，没有每次。冻结键。哎、欸，你干嘛、啊？你不行，你犯规。离出远一点，远一点。不要。哦，木的人，那只有一次啊，不行，他在水上没有什么反应，反应，嗯、他没什么反应，没什么反应是什么啦？你怎么没反应，团团？怎么没反应？哇，直觉坏了！哦，团团说他快死了，救命！你回去！哎、欸，是两滴血，你不要打到我！我要打过去了！等一下，你让我砍剑！不聊了，我不聊了，不聊了。我想看那个剑到底有什么用。我这墙会倒，这墙会倒不会屌，会倒不会倒。屌！不会屌啊！我不会屌下去啊！我不会屌啊！我要屌下去啊！屌！他们从哪里上啊？我也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有，他会冲水啊！来了，不要，不要！我们要去哪里？我不知道这要去哪里啊！你要游泳？不要啊！我游泳就来不及了，不要！我白痴啊！路在这里啊！可以！我在诈骗他。哎、欸，不能丢哦，不能丢，你好坏、哦，不能丢水，不能丢。哦，要就是，有没有、哦、那个反向可以这样？花五元可以买药水喝。啊！你看，来呀，来呀，来呀，下去，下去，他下去，完了，完了，下去，下去，下去！我活得好苦啊！对，活得好苦啊！苦啊！敢敢克星必杀僵尸啊！他们又不是僵尸。为什么这把剑？走了走了走，巧克力，上来了，完了完了，拜拜，你要暴怒的人挑几帧？暴怒的来，啊，来啦！我看道具看太久了，下去，你下来啦，下去有了，下去，本集这里是最后吗？假如你生气，最后这里是最后了，只要守住这里又后退了。哎，这个要怎么？哦，要朝这么前面的地方跳？仰望低俗。好痛啊！不要看我，我又跑出来了啦！左扭右扭，左扭右扭，哎呀！哎呦，差一点点，有人看到去，可恶！哎呀！有机会了！不行，我觉得新职业不好玩。不要，很痛哎，打你打到什么？不好玩，射死了。可是巧克力快被你射死了。我比较喜欢中毒的那个。哪一个啊？中毒是哪一个？那个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小 bug 啦？就是不是可以买那个什么锋利？XXXX 的锋的剑，哎，可以啊，那你可以合成，可以合成，两个合在一起，然后就被一般的御水剑可以拿来用。哇哦！你每次看这个板就拿来合成，坏坏，就是你哦，我也是在那边合成，有200盒看看好了，很无聊的呢。那如果这一关有三个杀手呢？哦，很惊吓海啦，水鬼来啦！完了，我们输了，我觉得这关要有那个打击者，打击者要击退的，要打击者真的蛮不错的。狙击手是冲击三，但是弓箭比较击退比较高。可是刚刚那个，我看那个弓箭是射，大家都快被射死了，血量会比较低一点啊。所以那个反击就比较痛一点。大家选择好了吗？好嘞。哇！加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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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吃肉，今晚吃肉，今晚想来点。今晚想来点。好进来。哦，这里哦，欢乐。播广告。好。播。十秒钟播一下。播。BO 广告。哎，我到。BO 广告。阿西，对，而且打击者就可以。这等一下，你们都可以上来吗？这里啦，我是想买的水啦。哎，为什么旁边有一个鬼已经上来了？你下去！哎，他已经上来了。啊！他上来了！哎，怎么快啊？有我打前面，我打前面的。啊！哎，他中毒，没水准。毒的好玩，毒！哇，这个打击好爽哦！哎，他丢红的，我打左，你打右，毒！哎，左边，打右，打右，打右！
后面暴动，暴动来了！我不行！哎，我怎么在这？哎，快快小心！我被打上去了！快回来，快回来！打回来了！可以！是有人掉下去了！快跑！完蛋了，这要守好久。这里是等下，那边也可以跳。先到，最前面。迪苏，室友在这。好的，我们去下一关。迪苏，走开！你刚放过我一条命，我只好让你。有人走那个小路，走小路。小路，大路也有啦，大路也有啦。哎呦喂呀，两边都有。小路，太过分了。奈良小路。很可怕。这边我看就好了，你们去看他了。我看这，哦，他都想要扑我们。我黑，我要卡在这里。小雨，我要卡在这里，被毒死了。我很多样子，哎，都这样。哎，都来，中路，有1.8，我一点半，小心点，买，你们坏人也可以买哦，你坏人呢？坏人也可以，对啊，坏人也有啊，你是坏人，你怎么可以买？你坏，你不能用钱啊，你要用抢的。拔了，哎，完了，这个拔了太过分了，哇，还好吧？我入侵了。哦，你入侵了，碎啦！我看出来了，因为我继续挡前面，你们打翻这门内啊！死一个！假路，你有可恶！差一点点，错了！可恶！啊！我要被烦死！我要死掉了！快冲！快走！好，前面，顶了！是。出去！不，你可以多买一点治疗药水，我们超有钱。毒啊！快！不给！毒啊！不给！快！我们左右门神。有！毒！他们要暴气了。生气气了！我生气了！完蛋了！哎，你的左右门神跑走了。你另外一个门神跑走了。门神闹跑，打对了，被小雨打。哎，我进来了！毒钱啊，没得动一下啊！要冻结了，大家去。好的，快！冻结，好，五秒，速度快。挡一下！来，我挡起来。有个进来了，有个跑进去了。可恶！又来了，这屏障是不是？对。快跑！来了！哎，喝起来！喝起来！我补血都用完了，我没钱了。我还有，我见血用完了。繁星，要买起来。后退！等一下，我还没采买，你来太快了。冻结就没有，被追有。毒，他靠墙。哎，这边两个啦，你们毒，为什么没有来？毒！别个本质交给我，你去别边。不急，他来了。不行，我被禁住了。杰克没禁住，不是？他没禁死。哎，本质，三个都来，禁死，给你看能不能给。不能，那不能点，你冷静买。右边，好，小雨在一直推，等到那边交给你了。等一下，我打自己退一啊，啊，迪苏嘞，我站过来，退，哦，这死掉这边是不是？我又关了，点的啦，啊，这里我就打，这很嚣张的，不准，哎，你们这边点会点，你们总潜下去，你们不要潜下去了，你们干嘛？别怪的，你们快！不，你不放心啊，哦，好，那你先打。我不是说你还有剑士，就买就对了。我手。啊！不行，我没用到手。拉一手。我没见识啊，先说，没见识，脚底抹油，哎，本机了，不，盯本机，好，盯本机一起找，一二三，小雨，我看到你哦。
有人拿奴在 K 人、啊，那、欸啊、要等拿奴 K 人啊！啊，我没有东西打了吧？冻结！哎呦，本机从左边冻结！下去！他动下去，他动下去！好，直接传队友，他直接传队友，四秒，三秒。我要出去冲了，我冲了，哇！接个！不要在空手打人了，一秒，不敢。不敢、啊！我没有走到里面。没有，其实有人在里面就好了。打击者真的是冲锋阵线。打击者真的是，因为打击者没有弓，所以他剑子全部都拿去买东西，我就买一堆药水狂喝，买一堆药，太白痴了。就现在的毒没有那么强了，大家可以真的假的？因为可以补比较，对啊，就是剑士可以拿去买。现在毒真的太强了，你知道我那个，我90块钱全部拿去补血，你就知道我。我两副怎么都打不死，我一直毒哎、欸。之前没玩过啊，这个地图这么刚好把我框起来，怎样？是老板，是老板，老板。哎、欸，我就玩看那个、啊、背叛之类的。背叛好，我对这个村民右键怎么没反应啊？你有懂吗？有反应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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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反应了。现在有新的背叛模式哦，蹲下交换数量。蹲下交换是什么意思啊？你想要当叛徒就要蹲，是不是？对，我只要蹲30秒就可以变成叛徒了。完蛋了！然后一个人变成叛徒之后，所有人时间会重置。哦，就是大家蹲，然后你。最早蹲30秒的人可以变成叛徒，然后变成叛徒50秒之内没有杀人的话就会回来。哦，所以代表你杀人的话就会持续杀人的话就会再多25秒。25秒很多、欸，所以就是变帮叛徒很爽，疯、哦、狂杀人。对，真的是疯狂杀人了。还蹲啊！你就会看到开场的时候大家都在蹲，哦，站不起来。大家都在抢蹲，大家都在抢蹲。可以啊，来啊！哦，地图。然后如果说在叛徒回去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新的叛徒，产生新的叛徒的时候，他不会重置时间。什么叫做说电脑随机的吗？还是？就是50秒叛徒会变回逃生者嘛。对。然后这种情况下会产生新的叛徒，这种情况下产生叛徒的时候时间不会重置。简单来说叛徒有两种，一种是时间到会有叛徒，另一种就是你蹲久你也会变叛徒。他打你的时候你也可以说等一下我快变身了，快成为你的伙伴了，我们快成为自己人了。明明就没有了嘛，赶快还是要讲。你看我盾都来了，叛徒有上限吗？就确定2名吗？会一起就加叛徒吗？一个成为的话，那个、啊、其他人的时间会重置。哦、啊，怎么会说快成为叛徒了？还不差。那就来试试看啊！蹲下可以变叛徒。我看到了，看到人蹲下了。先蹲为敬。我还蹲了，蹲了，先蹲了。我也在蹲了，我也在蹲了，我也在蹲了。我是你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伙伴。脚有点受伤，我站不起来。哎呦，脚！楼下已经有了。蹲着。那我站起来一下，不站起来一下，不站一下，不站起来一下。太牛了！等下开始是谁先蹲的？哎。越来越低了，哎、欸，已经有两个鬼了。与杀手先是三，我自己人，我是自己人，210。反应快！哎，table 不会写反应是鬼，不要啦，团团啦，有一点，他跟本机换了、哦，所以会跟现有的鬼换了。哦，是啊，那赶快蹲，你们赶快蹲。我现在被追杀，不能你啊！你救！你看你有没有蹲？我现在没有，没得蹲啊，没事。那我觉得这样就不行了。哎，我蹲了，而且你蹲完之后，我刚蹲的就不算了。我在蹲了。鞋上一下，鞋上一下了。哎，我跟你讲，鞋上一下了，不要！等下你要放过我，等下你要放过我。我放过你，我太蹲了，放过我，放过我。
你吓我！我在蹲了，我在蹲了，我在蹲了，还想学生，还想学生，还想学生！哇！我也是鬼，我怎么叫你啊？我结束啦！啊！不要啦！你说我们学生，我们学生，我们学生，我不要！你死我活！你们都在，我就看骗子，你们都是骗子。你输 QQ， 你要蹲吗？好。你就总要有人死啊！好啊，小雨都这样啊，我都会跳。不是啊，我跳不上去了。小雨，你对我有偏见是不是？他跳不上来了。对，我跳不上去。我懂了，小雨，我懂了。没有啦。我懂的。小雨，你知道我已经是逃第三个人了吗？你也太惨了吧！啊，看不到。可以累积哦，可以累积。讲什么？不行，你快给我看，你快给我看，我要没有杀手心太直了，我要走了。我没有带过大招，小心又没了。啊！没事，没事。我蹲很久，怎么？好气！我看到后面是不是有人？杰克是不是你呀？是我啦，是我啦！哇！放过你，放过你，放过你！是我啦！我好远哦，蹲很久啊。超级白痴的，哎呦，杰克，不要啦，好一下，好累，杰克好惨呢，哎，换我，换我，换我，又换新的了，我蹲不了三十秒，杰克，没有我看到了，杰克我快没了，杰克让我看，杰克不来了，你下不来了，杰克下得来，哎，这里怎么有个洞啊？你下去了，你下去了，音乐，你有个洞，你真的下去了，你真的下去了，阿基修，哎，换了换了，那变好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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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太多人了吧，上面太多人了，一起站起来。交出人来！不要！还杰克，还是你要跑飞杰克吗？我帮你跑，我跑，我跑，你打他，你打他，我跑！不要啦！阿杰，有真的会变的哦！你快变了吗？那也不是先变我啊，先变巧克力走了。哎哎，没了没了没了，等他找那个时间剩比较少的那个杀手先变。对，随机的，随机的。不是啊，我药水全喝完。哇，你好惨哦！哇，这是谁啊？全身见识。厉害吗？酷啊！安心。酷哦！来嘛，砍一下啦！我又没有时间了。安心。砍不到啊！哎呀呀呀！啊！你不要破边。啊！又没时间了。你不要来了。我不换人了，有了，杰克，杰克，我了，你到尾号，你到尾号啊，二级了，我了，你看不，你看不到人，你的尾号，还是快跑，不要了，你现在看不到人这一集，哇，这个，杰克浪费了，你找不到路了，杰克浪费了，啊。我怎么混呢？哦，蹲下是不是？被拉过去，是蹲下吗？完了，然后有人被换了，有人被换了，被换了，又被换了啊！杰克，你在追谁？你在追谁？我帮你追。音乐，音乐，音乐，音乐！我刚刚就想追。哇！有两个，有两个，危险了，危险了！不要啦！还闪开，还闪开！直接死！结果我还有还有人，完了，还没时间了，对不起，时间到了，你要变成敌人了，你要变成敌人了，是不是我要砍你？不要了，太远了，太远了。阿纪换你了，太远，太远，太远了。啊！啊！哎呀！哎呀！哎呀！你快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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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快蹲哦！快吗？嗯，哎，杰克，你那位置，那要怎么弄啊？还好吧，慢慢跳上去，是吧？跳跳跳，完了，我感觉来不及了。杰克，你快蹲，你快蹲，我有在蹲，我有蹲，跳蹲跳蹲。哦，我懂了，我懂了。哦，杰克，你小心啊！交换你了，我懂，我懂，我懂。
阿基。而且为什么我回来有加速啊？好快、啊！不要跑，阿基。你跑好快哦，你忍者、欸。哇、哦，好超快、欸！不要跑。他没看你还是他？他没看你还是他？不要跑。哎、欸，你后面也有一个啦！不要，打全民的重要，不要，还有没时间，不要，中间我是自己人，我是自己人，我的天，你来，完了完了完了，巧克力，完了完了，这太完了，门要开了，门要开了，要开了，要去，哎、欸，那门要开了，我们其实可以去中间。中间我短腰短腰，哇，这是五秒钟，没了没了，重开我记得没了没了，重开吧，重开重开，我记得没有人会重开。哦，有有有，你吗？不是这里吗？不是楼上吗？不是，是这里啊。上面是上面是上面上面上面，上面要怎么去？完了，要从红色，我不行了，要爬管子吧？对。那怎么爬？我忘记了。爬管子，爬管子，跳黄色的。我现在，我现在跳黄色的。跳跳黄色的管子，跳黄色的管子。对，不是不是里面，是要里面吧？跳里面，跳里面，跳里面啊！跳里面啊！跳里面。里面不是跳。走，黄色里面，走黄色里面。哎，好难看哦。啊！跳啊跳啊跳玻璃啊！跳出去啊跳出去跳出去跳出去！啊！太丑了！没有我有视觉障碍。啊！你是装材质包啊？我本机，我就以为那里有玻璃。差一点半我就掉过去了。哎，这个好好玩哦！这个好难看哦！这好混乱，杰哥好会跑哦！大家都在那个，我万所有药水，哇！杰哥，你刚刚真是被围殴哎，好惨！这一次是那个商场哦，大家可以当奴隶哦，奴隶当奴隶喽！啊，本期做什么？现在奴隶会死很惨啊，死很惨，因为直接过去那里砍呢。哦，蹲蹲蹲下挖树啊，蹲下挖就来，走起。好，开怎么有人开场就在蹲呢？开场蹲会，开场蹲没有加不是吗？有啊，好像有哎，不要打人啦，可以砍的，可以砍的，怎么快就是一开始就怎么那么快就杀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刀哎，为什么？对啊，一开始就有刀，一开始太过分了。可是你们无敌啊！哎，我要赚钱，好，就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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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奴隶，有奴隶，打他，打他，打他。要死了！赚钱再赚钱再赚钱啊！快死快死！快了快了！大家都有钱赚呐！不要不要不要！再给我！哎！不要是我！放一场！等一下，我帮大家赚钱！放心，我们打不进。上一场的爽，这一场棒！赚钱！哇塞！一个人盯我们两个！哎！我鸟，我让他来回来回，我在认真赚钱。可是你俩会不会变啊？你好像会变哎。会啊。神经，我神经不动。我没了，我没了，我没了，我还是。我救命了！中间水池很强啊。中间水池太强了。小雨，我帮你，小雨帮你，等等等等等。不是。我记得你。中间水池很强哎，强啊。哇，本期的眼太了，我没有，根本没色啊！爆死！完了完了完了！要改要改要改了！啊，换我的！哎，这边有哎，你认为有人？我错，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完蛋了！开始有人在抓交替了，没了没了，在抓交替啦，没钱了，抓交替了。你怎么在那里啊？我自己人，我自己人，我自己人。你剩多久啊？哎呀，你应该感觉还很久哎，不要射我！哎呀，等一下，杀手在挖钱吗？对，杀手会挖钱吗？奇怪，挖钱可以挖钱吗？杀手可以挖钱的。杰克，又是我，我是伙伴呐！刚刚上没多久啊，巧克力。没有啊，刚刚有人当两秒也就没了。你是哈基嘛？对，李叔，你射得很开心呢。那个我也没有，挖钱的，挖钱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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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行啊！我跟他们有仇啊！不要啊！但是我
不要插手去挖线，感觉也是一个方法。很棒啊，你可以换那个、欸、召唤人的。等一下，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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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加了25秒。我觉得要我要爆了，我的回合。我跟你讲，那个敌叔刚刚没有蹲，所以你要杀我了吗？啊，对啊，你看我还这样跑过来。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最后一秒，厉害吗？厉害吗？厉害吗？迪叔，哎、欸，迪叔，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快了！厉害厉害，迪叔厉害，这个厉害，这个厉害！等一下，我们两个杀手互砍是怎样？对，有仇怎样？我对他有仇。你嘞，迪叔？嗯，对啊，我是要过来杀你啊！哎、欸，怎么这么快、啊？我以为那个时间会重置啊，时间重置，但是刚好也换了，时间到了换成他。第一次那個，那你们怎么都没有闪亮亮？嗯，闪亮，你是夜观闪亮亮复仇鬼？下面闪亮亮，我觉得还是赚赚钱比较有，繁星在帮我们赚钱、欸。说你会隐形，我赚钱。速度好快哦！敌军要去哪里？我跟着飞，我要飞，我要飞，我要飞！啊，你飞啊！好，你飞起来你就被 飞下去啊！我不敢啊！跟我绕圈圈啊！好，我去买东西啊！我去买东西。好好好，我还差一些钱，我就把敌叔传过来杀嘛！不要啦！哇！我钱不够啊！至少我让他蹲不了。好、哦，白星在蹲哦。怎么呢？蹲起来啊！你是外圈，我是内圈哦。什么圈？会不会赛跑、啊？我跑的是内圈、啊欸。我可以蹲到最后一秒，走去迪斯旁边啊。我迪斯下去了，迪斯下去了，迪斯。不用蹲了，我看到你了。不用蹲了，我看到你了。不用。死定了！完了！谁啊？哦，你血好多哦！不不，你血好多，不是你血好多，你在叫谁？我跟你讲，叫错人了，不好意思。好了，你是要提高了。不在不行，我20块，我自己买东西了。我觉得迪叔死定了，迪叔死定了，该归去了，该归去了。去唱首歌，唱一首。其实也有唱歌吗？唱歌。对，你让迪叔唱歌，你让迪叔唱歌。啊！你杀了我吧！宁死不屈。剩下两个就天下无敌了。没有啊，时间到的话，等一下我们时间到坏了就小了。我们躺到好像明天结束。剩下两个都是鬼啊！那你也可以开始蹲了。巧克力在哪里？我意思说，如果只剩下两个叛徒，阿江鬼就赢了，就结束了。鬼就赢了，就结束。他现在跑去哪了？在哪里呀？啦，树洞吗？里面吗？里面哦。你们派一个鬼去赚钱啦！好啦，好啦，也不用来赚啦。没有啊，不在这里面啊。哎呦呦，买东西，买东西，买东西！这是什么？你可以拉一个人过来砍啊！拉一个人过来砍。对啊，拉一个人来砍啊！差点就一个了。哎，繁星，这里，这里，团团。哎，我要结束了。哎，换人，哎，换人，哎，换人，换人，繁星啊，杀了我吧！大会报告，逃生门30秒。我再看，我再看，我再看。因为我你只要躲过他就可以了。嘿，我有多少钱？好少。干嘛啦？我唯一的传送就是把它传过来。我应该找到更下啦更险恶的地方。逃生门要来喽！没，他会等，他会等。妈啊！哇！啊！繁星要逃出去了，我们一起逃！你我不要，我不要，飞出去了，没了没了没了，完了！心结，你的刀好危险啊！我没有砍你，我刚刚没有追你，啊，好危险啊！真的是好混乱啊！为什么不让我跑一下，杰克？我跑了一下，他刚刚已经跑了三轮了。卡在蜘蛛网啊！我可能在卡在蜘蛛网。对啊，还有哪一张也适合背叛吗？还目前还是这三张。不是好像太空说的那个吗？有那个太空的，那个说的蛮好玩的。对啊，我喜欢这个。
当刺激的、哦，你把人家关在里面了，对，把人关起来。来，走起！两个坏人关起来。哎呦，哎，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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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要打我！哎呦，有拿到了繁星跟巧克力，繁星跟巧克力。走了，小雨还敢蹲呢？蹲下嘛！你左我右，你左我右，杀过去，杀了他们片甲不留。哦，要跳一下。哎，为什么有缓降啊？有太空啊，太空啊。这跳会比较快吗？我感觉我跑比较快。跳起来叫慢，还敢蹲啊，杰克！前面有小雨啦，前面有小雨，不要啦！宝宝，你不打我，我不打你。好，你可以答应我。好，我也可以答应。因为我几乎已经没答应了。那个没有没有没有。等一下，哎，打死我就出不去了，真的，我这么已经关起来了。啊，本地，我犹豫了，你骗我。我没有追你，我没有追你。我找别边，我就看那边。哦，小雨，慢点，慢点，不是，我刚猜你也死。你还口述繁星？对，背后一个，我要啊！哎，本子我，不，哇，本子死了，我才卖他人情。哎呦喂，我又重置了，怎么又重置了？被重置了！我出不来，我真的有人被关注了。你不抓我，不抓你。我不相信你刚刚上一场，我不相信你过来。你们后面，我们被包围了。不，过了才一秒。结果，看你，我看死你，抢人头啊！抢你小土狗！救命！我看到 ID 蹲下，那是谁？巧克力是你？他刚蹲下，你可以追，我在等着。门里面是谁呀、啊？我看到了，也太难了吧！太难了，解锁了，解锁了，解锁了！两个人在里面，你们，我觉得你们会冲刺啊！你们，你们你要几个死一个啦，好不好？没关系了。怎么没看到人啊？不是啦，你想知道那两个人在干嘛吗？我是想在外面看呢、欸。他们两个我想知道他们最后谁会活下来？对啊，我等一下会一个出来而已，有一个起就是。对啊。哎，没关系，反正我们直接过去找他们啊。我跟你讲，在你那边好不好？这里，帮你开门哦。啊，两个人哦，两个人哦，这里。啊，这个一定打、啊，这个一定打、啊！你去帮，你去帮巧克力，真的，你去帮巧克力，快点，那边两个啦，两个都被杀掉啊，这两个都被杀了，杀掉了，结束，我可以传出来啊，我的鬼，不用传送哦，哦，太夸张了啦，不是哦，还敢躲里面？明月，你不用蹲了啦，你是啦，明月，明月你是鬼、欸，我出不去啊，明月出不去，那个杀手传送可以出来，杀手传送，有那个道具，你也传，等一下，等一下，你没有吗？没有，现在没有，我帮你开，哎、欸，啊，你不要杀我，你离开，你赶快离开，明月，哎呦，我烦心了，烦心了，哎呦、啊，你还是被关在里面呢、欸，我出来了，出来了。一阵安静，就 Kimbo 哎，就 Kimbo 哎，到底在那里？到底在那里？秒后高手，这个高手门、逃生门，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个啊？哦，还要再按？哦，还有什么？哦，没有逃生哦，还有这个东西，有这张中间有，就按两次。新的叛徒现身啊！欢迎大家。繁星，亮亮的，不要繁星，不要在里面啊！快点走，不要！他刚换完而已，他刚变完而已。哎呀，快好了！等一下，我要补高兴爱豆。
这怎么是刚刚看过啊？对，真的哎、欸，完了、啊，完了，完蛋了！哎、欸，怎么又是这样子啦？哇，怎么又是熟悉的场景？没事，你快跑！跟刚刚一模一样，反正他反应刚刚不让我们赢。还有七十、啊、哪里呀、啊？哪里呀、啊？他应该是蹲下换的，所以他会加速跑超快。嗯。哎、欸，我怎么听到剑士的声音、嗯？没有，你听错了啦。有啦，啊，白痴啊，在那边、哦，我要走了，了我跟你讲，要换了，要变了。我觉得我要死了，再见了，各位。不是你啊，是他，是他，我可以洗手了，包抄他，包抄他。哎、欸，没有哎、欸，走左边了，怎么走中间了？我很怕。你很怕的哦！哇，这个位置没有啊 ！PBD 玩这么多，果然啊，没有不行啊，我不行。他一直在蹲，他已经一直在蹲。我不行啊，各位，我不行啊！杀我吧，嗨！杀我吧，绝地！哦，大哥错了，大哥错了，逃生门，然后逃生门，逃生门，逃生门，逃生门。赶紧进去逃生门里面！啊！可恶啊！最后应该，哎、欸，我最后只冲逃生门，应该就有希望。有希望，有希望，差一点。忘了那个逃生门，太白痴了，就差那一两下，可恶，应该爆点。到底在干嘛？为什么最后都是我们三个？对呀、啊，真的。哎、欸，你如果刚刚不杀我们，情仇哎，两个人就不会这样子了啦。什么杀你很对啊？啊，你杀他记错了啊！啊，谁叫他要跟你混在一起？真的，跟你躲在小房间。他只是刚好路过的而已。对，好啦，休息啦，休息啦，拜拜。拜拜拜拜！哇，最后连续两场这样的组合，好啦，今晚就到这边啦，待会直接睡觉了，好累哦，最近作息突然变得好正常了。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我来跟他，诶。下回再见，大家拜拜。他大概开场是这样子，棺材是这样子。拜，大家拜拜。